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做啊，我们嫁接完成功的芒果，做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呢。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去修剪我们的芒果。好，OK，我们看这里啊。这是我们家的芒果，当我们嫁接完成之后，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矮化和修剪的一个动作。好，我们看这里，上次我已经给它进行一个矮化的一个动作，今天我又继续给它做第二次的矮化。看我们要怎么给它做一个修剪的动作呢？好，OK。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给它做个矮化的动作，有些不需要的分叉我们就剪掉哈，OK。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看这里。OK，我们会现在会给它修剪和矮化哈，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去做。好，这些呆子我会绑的。
好，我们都要给它就是折下来的哦。好，我们都使用这个小袋子去绑的。好，我会让大家看一下我要怎么折哈，我们就可以这样分散的哈，给它做一个矮化的动作。OK。
好，现在我们可以给它看到一个很矮化的形状哈。我们看这里，从它底部这里到上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底部到上面这个地方大概70公分的时候的地方，然后我们原来它高的1米5左右，现在这叶子的部分就矮化大概70公分而已哈。我们会在另外一个角去看，好，OK，我们有没有看到？我所有这些都会给它弄一个矮化的形状，我们看它的底部，它的根很大，因为我这芒果呢就是很大只的哈，我可以，这是它的根，然后我们看大概20公分的根哈，OK，然后我们看这里非常大，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看里面要怎么矮化，像我们这里哈，本来是有3个嫁接的相差。枝条，我们三个相差枝条，我们会相差的去做矮化，这边的分叉就靠另外的分叉，这样插相差在一起，对，因为我们做相差在一起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有时候遇到台风或者风吹之后，它就可以互相的保护。OK，这里，然后中间这里我们要剪掉，像这里这些地方，OK，我们再另外一个，我们看这里，它完全已经做成一个矮化的一个状态，OK，然后这里，我们这里就会将柏给它做一个。OK，这个样子，本来这个形状是会变成这样。OK，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好，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它还没矮化，所以我会给它。再弯下来一点点，